箴言24章21、22节：我儿，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，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，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。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，谁能知道呢？反复无常的人，原文的字义是改变者，而拉丁文本翻译作叛逆。其实是一本翻译作"不要违背任何一个人"。如果参考24章22节，此处翻译成"叛逆"似乎比较妥当。箴言24章21节、22节这里是教导我们要敬畏有权柄的人，对于统治者或神在地上设立的权柄，不要任意想要叛逆，因为遭遇的灾难将突然，且难以想象。